各位同学，那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哦。这节课由我们温成之、温讲之来演讲，请掌声欢迎，谢谢。各位同学，大家晚安。然后现在问一下，听不懂台语的请举手。台语听不会，华语听不会。哦 ，OK。那个同学，终于来上课了。我们这里有一个同心上礼拜齁，他说要来听一下啊，是跟同心，他是同心的朋友啦啊，他今天听一听觉得可以就正式来上课齁，我们欢迎他，鼓个掌齁。OK， 好，那问一下齁，来自宜兰基督教亚丘宜兰州，谢谢台北州。那个同心举手帮他鼓掌一下吧，欢迎欢迎。好，再来新竹州的请举手，我们都要帮他鼓掌。好 ,OK。台中州的，台中州，来自台中州请举手。好，再来台南州，台南州，谢谢。好，再来高雄州。谢谢。来互相爱鼓掌齁，因为咱不容易呢。大家互相鼓励一下，怎样？咱茫茫人海啊，搁外口吼资讯安尼混杂，他秘书长来讲完了，你有发现无？咱过去所读所接触的有正确无？为啥会编这套教材？七十档啊，大家啊想奇怪，明明所读所了解，咱祖先明明拢登山来，啊，想怎雄雄讲安尼？敢不讲？有插着，吼、哦？为什么？为什么咱去读着这篇假迄个教材？吼、哦，咱来，曹顺，麻烦放一下听证会内容。麦克阿瑟迪1951年的5月3号，在美国的高等法院的军事听证会里面就讲到这些内容。注意看，吼、哦！大日本帝国没有任何的错，吼、哦。那我们灯帮他切一下，前面灯切暗一下，切暗一点。这七十单位现在读到假的殖民教材，原因在这裡。你先看看，等下江叔要跟你分享一下。东京新闻在日本国是左派哦，左派的东京新闻哦。面影を探
下那个有写哈，国际法提到自我防卫发起的宣战是合法的，哦，国际法。所以跟我们读的侵略美国、偷袭珍珠港那是不一样的，好。有看到这些文字就知道哈，美国拢一切拢在计划当中，要把整个大日本帝国，包括台湾日本国，给消灭，用历史计教材。国际法规定禁止以武装武力屠杀平民百姓。哦，战争是政府甲政府之间，甲百姓无关系。哦，啊，所以基本上安尼弹两粒原子弹是违法的。哦。
した こぼれた雫は心に染みゆく 雪は同心，看看你有感觉，歌词去用唱起来，有无？
有人讲嘛吼，假戏唱伫村口诶。啊，怎样咧？麦克阿瑟家己讲出来，1951年5月3日，伫对，咱当有看嘛？美国诶高等法院啊，军事外交合作委员会来对讲诶证词。虾米叫证词？上法院，咱知影，咱看电影，看美国诶电影就知啊。伫法院内底，伫上面对法官，伊必须爱啥？摸着圣经，爱发誓，讲我讲的一切，伫上帝见证之下，我讲的一切拢是属实。吼、哦，所以这证书，麦克阿瑟讲的是假的吗？绝对拢是真的。各位在座，放心，咱家己，包括咱顶一代较少年的吼、哦，爸爸妈妈，甚至阿公。拄啊，迄时阵军事占领之后，头一批去读到中国殖民政权所留落来遮个教材，第一批甲即马咱甲即马咱遮个年轻学子，你所读个，这拢是啥殖民教材？真个吗？假？编那个啥？编这套就是讲，伊安尼较好管，为啥？已经有教材去控制你个头壳。三星讲，你对原来国家、是国家的认同、效忠迄个观念，包括啥？对家己身份的来源，三星迷惑的时阵，即个是民政权的人，伊就足好管啊！哦，伊头先就互你呼应啊，从对开始，来，大家也给他写笔记吼、哦，你手上有笔跟纸巾写起来，吼、哦，然后秘书长讲的重点，会记咧，吼、哦，甲记起来。会记得无？比如像他最后一个是毋是讲靖国神社亚斯库尼？原因伫对，为啥当初一开始就是要放这个影片？拄啊，接秘书长他讲的靖国神社。比如像讲的，即个39,100名在日本帝国台湾这岛屿面顶，为啥会当参战？因为大日本帝国的宪法，在1945年的4月7日，经由昭和天皇的行宪诏书、行宪诏书，吼、哦，甲大日本帝国这宪法，经由万国公法这架构、国际法，和大日本帝国这宪法实施伫对台湾，吼、哦，台湾包括有三部分哦，东心你知哦，台湾岛。平湖搁对新南群岛，他麦克阿瑟迄段影片内底，伊讲石油系伫对亚洲的海域，亚洲的海域伫对尖阁群岛，就是钓鱼台，神卡库搁对新南群岛，就是像南海。看新闻拢知影，中国是毋是即马伫南海起啥机场假岛屿，要啥想办法要侵占？伊认为历史则是对国家是正干，毋是法律，所以硬要阿爸用霸道的方式。反正我就是要甲你拼到底。但是美国为啥有立场好来插这件代志？足简单呢，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的 F 款内底都讲了南海的代志。哦，你会记写起来嘿？第二条 F 款，因为日本政府。在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 F 款内底，伊对南海即新南群岛的部分，伊对它的管辖权放弃。但是放弃代不代表日本天皇的所有权被放弃？算不算？不算啦吼。所以啦，它的管辖权没有，但是什么主权义务还在。吼，你听下我刚说咧讲的主权权利，对啥？管辖权、主权义务，你还可以写起来哦。主权义务是啥？对他的义务，那参像囡仔，吼、哦，那参日本天皇甲咱的关系，那参像伊是咱的亲生父母，啊，咱是伊的亲生囝甲仔囝，吼、哦，咱呢啦，伊去户政事务所登记户口了后，咱再做囝伊是谁，甲爸母的关系拆袂散，袂讲因为厝内底发生变故，咱的身份就改变啦，吼、哦，安有了解无？吼、哦，主权权利。虽然讲出来底发生代志，但是啥，咱的身份是去用保障的。吼、哦，所以啊，日本国对咱有啥主权义务，就是爱保护咱。吼、哦，为啥有美日安保条约？伊这范围包括台湾，大家也会记得。吼、哦，
主权义务就是讲残余主权，剩下的哦，在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 B 款哦，它必须有共哦。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the Pastor Doors。对福尔摩沙就是台湾岛，包括啦尖阁群岛，包括澎湖，包括啦南海，哦，这部分伊啦，他不能放弃他的主权义务，主权权利伊放弃哦，伊是放弃甲咱管迄个权利，去哦，因为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去哦美国客气啊，伫对找到旧金山和平条约二十三条的 A 款。好、哦，你也给下起来哦。二十三条的 A 款，来底写啥？美国是主要的占领权国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主要占领权国有几个国家？一个尔。迄、那个国家是啥？美国。所以讲呢，你要知影吼、哦。比如讲一开始讲台湾民政府安怎来的，刚书伫遮甲你做一下简单介绍吼、哦。来，咱看下遮台湾民政府会用改做台湾国无？好、哦，他必须就甲大家讲啊，袂用叫做台湾国政府，吼、哦，台湾民政府对来，根据战争法，由占领地的人民，就是咱去用占领，由占领地的人民所组成的 civil government， 所以咱看这英语，台湾 civil government， 这台湾是什么意思？台湾群岛美国民政府，这个下起来哦，吼、哦。无啊，大家唔知讲，迄个叫美国台湾政府无共，无共哦，吼、哦，诶，顶多拜共款，共款伊前后对调就无共款啊，气味就走尖去啊，哦，了解无？台湾群岛美国民政府，啊，你啊，你网络看到美国台湾政府，江苏底下该讲，迄是独立的组织，死路一条，唔通去骂，诶，吼、哦，台湾民政府甲大家呼吁。根据法律，咱爱行正确的路。台湾这个岛屿，面顶袂当做两件代志，请你定爱先写起来。等下江苏才甲伊解释。第一，主张台湾独立；第二，主张共产主义。吼、哦，这是两条红线。咱参像咱即马打敌对，打敌地雷区共款。你啊主张这两个，就主张你啊付诸实行，你啊做落去。绝对的爆炸，你也找不到骨头夫，不是找不到骨头，你连骨头夫你都找不到，为啥？你整个都烧掉的，你违反万国公法的精神，哦，因为这土地上的，来，看你的右手边，这有两百度，哦，你有看无？这两百度，你也会讲做啥？艺术品，但是价值不是在那里。刚苏伟来讲，这两百度意义重大，哦左手边那边叫啥？皇居，皇居来对啦，二重桥那边道吼，其实你网络上你都找有啊，哦，那叫啥？二重桥伫对日本的东京、东京二重桥，那是两班桥合起来，二重一班桥一重，二重哦，二重桥哦，这代表啥意思？主权的所有权人就是谁？日本天皇，唔是两家国啊吼。你来看远远遐有一个皇宫，有无？远远远方是不是有个皇宫？迄就是日本天皇住伫遐。哦，咱他啊看迄、那个，咱想一下吼，咱他一开始是咪台湾民政府临时代表哥，果然啊，军之代。哦 ，Kimi no yo， 为虾米？日本天皇的传统就是从神武天皇代代相传，到现在平成天皇第几代了？125代，今年几年？皇纪2657年，哦，你也给写起来嘿，哦，皇纪2657当，哦，为神武天皇，哦，神是神仙的神，武武器的武，哦，神武天皇，到怎样呢？平成天皇，平安的平，成功的成，平成天皇第二125代，君之代 ，Kimi no yo。伊内底的精神就是代代相传、流传不息，啊，就代表啥？国家的精神，这是代表那个最主要的国家的意义在遮。每一个人民、国民，大家拢足打拼、做事、投入。所以影片内底咱看哦，所有日本人，包括咱是啥？
台裔日本人啊，日本国嘞合裔日本人，哦，你了解无？所有的日本人当时地处世界大战时，因为会当去做事、劳工，迄种工作了后的迄款，会当得到迄个啥？是啊，我说幸福，哦，迄是一种荣耀，哦，所以讲啊，事业那看到美国伊为着要逼大日本帝国战争石油禁运，所有原料拢向切断啊，会产生啥？1000万至1200万失业的人口，想看卖啊？台湾即马几万人？2300万人，你想看卖啊？几家咯？1200万的人拢失业，你看会发生啥物问题？吼、哦，为虾米会安尼？足简单嘞，中国当时迄个土地拢总有四个政府：满洲国、东北，过来啥？南京政府，那是正港合法的中华民国政府。你给下去啊，汪兆民、汪精卫那个政府才是真正的中华民国政府，好话的。哦，因为孙中山把政权搞汪精卫，而不是交给蒋介石。这点一定要知影。蒋介石上，甲延安迄、那个毛泽东同款啥叛乱集团。日本国不是轻彩的进出中国，有啥进出中国？简单，甲你讲，吼、哦，刚出甲你讲，大日本帝国的立国精神在哪里？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天皇已经基本国公法说这一点叫啥？钦定宪法，一个钦在一个欠，钦定宪法，君主立宪的国家。所以，比如就是他甲你讲诶，日本帝国伊是二元制的国家，天皇过来啦。政府，吼，因为天皇接人，无法度管较大片的国家，吼，为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Okinawa、个台湾、新南群岛较大片的国家，天皇接人无法度，所以啥，交由伊所信任的啥，日本政府来帮伊做管辖。哦，咱听可能听无啥清楚，对不？无要紧，江叔讲较清楚的，你一定有上过班，对不？好。当处长开一间大企业的公司，有几下个分公司，伊是咪请一个总经理管所有的分公司？哦，简单来讲，哦，北海道是一个公司，本州一个公司，哦，九州、四国、哦，琉球群岛、台湾、新南群岛，甚至是南极，好几个分公司，是不是请一个总经理来管？爱知哦，管所有公司，因为这个总经理是。董事长很信任他的管理能力非常好，领导统御很好。日本的内阁总理大臣就是这位，所以日本天皇经由授权，给内阁总理大臣去管理整个国家的事情，这就是二元制的国家。哦，知道啊？所以说你所知道英国女皇，英国女皇是什么？女皇的话是不是一个首相？赶快是这样，君主立宪的国家就是这样，而不是像我们用民主国家、用民主国家去了解君主立宪的国家，你会感觉 incredible， 你会感觉足奇怪，你无法多理解。原因伫遮，民主国家甲君主立宪的国家无同款的所在，就是伫遮。为啥？你有上权的主权、所有权者就是啥？天皇。吼、哦，而且天皇是全世界位阶上权的。吼、哦，刚出底下甲你做分享，日本天皇在所有世界元首。等级里面算最高的，再来是谁？教皇，教皇你知道？天主教皇，伊早叫洛望保禄二世，后来高的方济，会记无？哎，可能大家拢无啥了解吼。方济教宗，这样叫做方济教宗。方济教宗现在见到日本天皇，他其实基本上天皇比方济教宗还要高。教宗完过来上英国女皇，英国女王过来上奥巴马。哦，当然你来看就知。丹麦有国王哦，伊个王子的太太，包括王子见到咱的天皇，赶快跪单脚。好、哦，这大家一定唔捌看过，但再互你大家看吼、哦。来，咱延续到头先讲的，主权所有权对上日本天皇，为对来，比如他有讲下关条约哦，大家嘛该讲为下来，伊初定在1895年的4月17号。
在第一日本的下关，哦，什么诺塞基，遐签订下关条约。中国人拢甲编做马关，但是呐，啊，恢复原状，那叫啥下关条约，哦，知无？那参有旧金山 （San Francisco）， 中国人啊翻做啥？三藩市。别看我靠啊，那也叫三藩市，并没有叫旧金山啊 （San Francisco）。为啥要叫三藩市？哦。中国人咧编英语吼，听起来拢会怪怪吼。咱恢复原状，来咱看到啥？皇居隔壁迄、那个吼、哦，有两个人。来咱看卖下者，迄、那个是啥？奥巴马这边迄个啊，边啊迄啥？助理吗？唔是啊吼、哦，大家拢知吼、哦、，Michelle 哦，等一下，第一夫人哦，手提一本是啥 ？Bible 圣经。你唔知听过吼、哦、，Bible 圣经，你读过圣经就知道，迄本是代表天父，迄啦上帝，吼、哦、上帝迄、那个迄、那個、经文内底讲的拢是重要的，包括先知、创世纪啥规个旧约、新约内容，吼、哦，迄本代表啥？伊对着上伫上帝面头前对天，吼、哦，立誓讲，我为着美国的利益，甲美国百姓设想。遵守万国公法来执行美国的政策。各位在座同心，江叔要甲你分享一个重点吼。美国国家的图书馆有一本书，去人照上久失踪去，后来前几年才去人揢出来。迄本书是啥？知影请举手。江叔直接来讲，迄本书是啥？万国公法。想借去华盛顿，为啥借去？因为这本书是美国人上惊吓的一本书，《万国公法》，因为是伫国际法内底是上悬的约拘束。哦，你来给它写起来，《万国公法》是国际法的最高拘束。美国人上惊这本，美国国务院伫台湾、伫日本国、伫几个大日本帝国 （Empire of Japan）。所砍落来遮个假象，伊甲真相砍起来，互大家看有假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伊希望万国公法袂互人伤侪人知影。美国国务院的人对国际战争法根本是一窍不通。全世界即下目前对国际战争法有研究 top one 的对上，各位在座同心，头下你有上过野课？对上，秘书长。好 ，Roger C. S. Lin Number One， 国际战争法、万国公法有研究的伫遮。好、哦，这就是关键人物。各位，你有幸运无？比抽到乐打大乐透头彩搁较好。你救着你家己啊呢？来感谢啥？感谢家己讲法律的人，伊也无摕你啥物钱啊。无怨无悔，义务甲你讲，开时间，快开伊个，诶啥，然后底啊，咁要讲到咁要吹大诶，为着要让你了解，为着要让你为政治联合，即、這个牢狱中脱离出来，来感谢，你要去想一下，你要想感谢迄个会当介绍你的人，吼，过来上，感谢水月园花园农场的主人游先生。好、哦，那感谢一下，好，好、哦，游先生提供啊好的环境，你看，这种天啊呢，热到要害，伫内底阁用穿短啊，有诶阁加外套盖起来，冷气伤冷，吼、哦，你看较好康，要对吹，你看外口读书诶，看有啊好康无？吼、哦，三天两夜还让你在这边包吃包住包睡，啊，厨房遐技工，大概拢无钱呢，来遮煮饭互你食，甲你服务，为着啥？爱台湾，咱这片土地就想讲，唔知边啊付出嘛，我就让所有的同心学员会当啊来遮得到你想要的、想要了解法律的真实际状况是安怎，吼、哦，就是要有你了解。那咱看这个啥，咱会给复习，咱每一州的州办公室、郡的办事处，拢有这两百多，一边叫啥日属，另外一边的美站，吼、哦。日属啥意思？属日本天皇，记好好哦。日属啥意思？属日本天皇，
属于日本天皇，属于日本天皇，吼、哦。日属上一属你爱给爱写吼。台湾的主权所有人是属于日本天皇陛下，咱爱叫伊陛下，迄是咱家己的士大人，知影无？像迄咱大概有拜祖先就知道，红家桌顶，逐工早起你都爱对，你不管受啥物宗教拢共款，你看到祖先你都爱鞠躬尊敬。你即个身躯为对来，江苏都爱甲你讲的啊，你这个身体哪里来的？爸母，爸母搁去啊，祖先。天皇嘛是同款，甲啊团啊，今年125代啊，平成27年，年号安怎写？请你写平成27年，唔通阁写民国104年啊？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台湾人？啥物叫日本天台湾人？日本天皇所有的台湾人叫做日本台湾人，哦，知影无？哦，唔是日本国哦，无同哦。日本国家在日本帝国无同的所在，对，江苏家咧讲，日本国，咱他有看到这短片内底有写到，麦克阿瑟经过授权，把日本帝国大日本帝国的宪法，经由宪法的第73条宪法修正案，把大日本帝国的第4条跟第9条改掉，让新的日本国根据这个昭和新宪法，就是咱讲诶和平宪法。根本宪法被改掉，原来的国体有没有一样？有同款无？有同款无？因为同款的牙手，无同款的牙手，唔知影牙手，爱听清楚吼。根本宪法是一个国家上重要的所有法律的根本。这个根本向改变，这个实体都无同啊！哦，这个政治实体就变了。但是啥，日本国不会因为它变成昭和新宪，就是和平宪法之后，日本国就不属于日本天皇。你这个你要记清楚哦。哦，日本国现在还是谁的财产？日本天皇的财产哦。台湾呢，虽然是由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以台湾治理当局的名义在管辖台湾，但是这土地的所有权是谁的？哎。怎样哈？因为日本帝国战败，其实他不是战败，是因为那两颗原子弹丢下去，日本天皇慈悲心出来了，一慈悲心，伊无愿意讲第三粒落来，但是唔知啊，美国都加迄两粒，吼，有诶咧偷笑吼，真正只有那两颗，但咧40万人拢无去啊，吼，民迄啥昭和天皇看感觉足欢乐，搁落去。蒙古啊，所以干脆在1945年的8月15号，还记得哦？1945年的8月15号，接受盟军，也就是美国的建议，让日本天皇，就是昭和天皇陛下，接受什么？波茨坦宣言。波茨坦宣言啊，接受了导航。哦，所以困扰日本国，即个上大的谜团。卡的对，波茨坦宣言。台湾呢，日本大人，各位日本大人，你去有对一个宣言卡掉的，会记得无？开罗宣言。大家认为讲，开罗宣言就讲讲，台湾爱经由开罗宣言，和中华民国，是这样子吗？哦，大家爱记得哦，这个开罗宣言其实伊唔是宣言，伊啥公报。那参照中国甲美国建交的中美建交公报817公报同款，伊是一个啊，互大家知影一个公报尔，伊毋是 declaration 就是讲一定爱做，伊毋是公报尔。哦，因为中国当时是蒋介石甲蒋宋美龄参罗斯福甲丘吉尔伫对伫埃及的开罗开会，有约束着代志，好，约束代志啥？中国未去侵略其他国家，好、哦，这等下后来甲你讲。哎，江苏甲你问一个问题，比如讲，我甲我的朋友去彩券行买彩券，好、哦，好，我阿未、买哦。我甲朋友讲，明仔载就头奖，我分你1000万。第二种状况，我去买啊，第一口袋啊，明仔载就头奖，我
我分你1000万，来问各位在座同心，认为第一种的，我钱应该要给伊的，请举手。谢谢，放下。第二种情况，我要给他1000万的，请举手。谢谢。不知道的请举手，都要举手哦，没举手的是怎样？不能这样，好，来，再来一遍。认为第一种的请举手，大家都要举手，这样我才知道你的观念。好，谢谢。第二种的请举手，谢谢。第三种不知道的请举手，一二三，第三排两位同心，知道还是不知道？好 ，OK。第四种就是啥？笑笑。好 ，OK。我跟你讲吼，是第二种，为什么？我去彩券行买彩券，拥有他的什么所有权啊？所以啥？我就投彩，好，我就要分朋友1000万，你知道？开头先就是第一种，他没有彩券，可是他跟朋友讲，我如果中奖了，我就分给你1000万。开罗公报就是这个情况，为什么？1945年4月1日，经由行宪诏书，台湾正式变成日本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他有讲的啊，万国公法里面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可不可以割让？不可以割让。所以他比如你有讲有无？辽东半岛发生啥状况？虽然经由下关条约挂牛，但是明治天皇伊爹。1895年5月7日，5月8日，哦，经过迄个改变的决定，伊就是《辽南返还条约》，甲辽东半岛挂行而上，大清帝国的大皇帝，哦，大家知影吼，签条约，弄有四主，属主啦，吼，故事的事，主人的主，比如讲，咱咧讲租土地，吼，要起工厂，还是要耕作，吼，要种田，你讲租土地。啊，是嘛？你要租厝，哦，你甲厝头家签约，是咪？某某人甲某某人，伊会写啥嘛？会写用哎一个名字，是用不是本人的名字，会不会？没，好、哦，那一点是当事人签名，好、哦，所以大本帝国、大清帝国的大皇帝就是两个当事人去签订一个啥下关条约，好、哦，你让他清楚嘿。今日这图要甲大家讲的。全世界所有发生战争的代志，拢爱遵照啥？国际战争法 （Laws of War and International Law）， 对，叫啥？国际战争法，确实有一本书哦。面顶来看下，台湾民政府哦，有看下四面旗子哦。哦，刚出来带就介绍一下吼、哦，美国国旗、美国军事占领旗，好、哦，再来一下日本国旗、台湾民政府旗。大家要记得，各位同心，台湾民政府旗不是国旗哦。在使用名称的时阵，请你爱会记得，唔通叫国旗。台湾是啥？军属占领地，你写了吗？台湾是军事占领地，不是国家。你来给记个清楚。台湾是啥的？日本天皇。哦，它不是国家。你还记得哦，军事占领地哦，哦，就这样讲，哎，台湾，哎，后摆多久啊？咱就用来建国啊。咱的民定永远有人，哦，台湾民政府的主管单位是谁？美国军事政府，他的指挥官是谁？奥巴马，就是美国的总统，不是属于奥巴马哦。大家还记得哦，他属于的对象是个法人。上美国总统，哦，爱给的哦，哦，台湾的主权所有者以上，日本天皇陛下，所以不管以高加坡上，只要担任日本天皇陛下这个位置的，他就是所有权的法人，法就是法律的法，人类的人，占领权跟军事占领权跟管辖权最后的决定者，这是谁？美国总统就是美国军事政府的最高指挥官、哦、你要写起来、哦、为什么美国放这里？它比较大，暂时效忠，最终终极效忠是在那边、哦、日本旗代表日本天皇、哦、我们是在日本天皇
所有权之下被美国军事占领。哦，这样会不会解释？哦，台湾民政府全名跟啥？台湾群岛，这是位置哈。台湾群岛美国民政府，好，写了吗？哦，台湾 civil government， 哦，台湾民政府，每人一下台湾国建户，台湾民政府是政府，不是政党，也不是民间组织，请你要记清楚哦。台湾民政府是政府，不是政党，也不是民间组织。大家要清楚，白纸黑字写清楚啊 ，government civil government 一定写清楚啊，它是政党吗？是吗？政党叫啥 ？Party， 中华民国民主进步党英语叫啥 ？DPP，DPP 的 P 最后一个 P 啥 ？Party， 那参像一堆学生啊，一堆朋友叫叫的吼。顶开咧，啊，规定伫遐笑，啊，大跳，啊，烟在那放啊，迄叫做 party 啊，还知无？政党就是这样来的。所有伫中华民国这流氓体制内底登记的政党、社会团体，拢好东上中华民国流氓政府。所以你还要寄望在台联吗？寄望在台独联盟吗？要寄望民主进步党吗？唔通阁戆啊吼！中华民国来，即个流氓体制来，即中国国民党台就明显，迄就是中国人嘛。个是啥？民进党啊，分一个蔡英文出来，啊你有欢喜噶？哦阿扁啊，你定位你阁较欢喜？哦，二十当台湾有较好无？比较好吗？李登辉十二年，陈水扁八年，我改制造一个麻烦，迄流亡难民护照。一本历史你还记得哦？提一本比较好哦。国际难民的护照辨识色是什么颜色？绿色哦，绿色代表难民。拍谁哦？在这有人穿绿色的，不是艺术哦。绿色护照代表难民 （refugee） 哦，不用看到绿色护照，不要人哎，台湾国无。缅甸西亚台湾代表啥？流亡伫台湾这个岛属缅甸的中国难民。你提一下，提一本，啊，你那个护照皮改掉可不可以？无效，你改那个皮没有用。中华民国的流亡难民护照，它封面有一个晶片，那个晶片很类似现在的卡式台胞卡，哦，台胞卡上面右上角也有同样那一个东西，等一下你就会看到。哦 ，OK， 这个台湾民政府的由来你要知道哦，你是第几期耶？初级班一，我列给高级班的 H。好，来我先问一下，在座各位同学，你有上过高毕业班的，请下手；上过高级班的，请举手。在座同学有没有？举手，勇敢举。我也上过高级班。好，好来，还没上过高级班的，就是还没举手的哦。OK， 好，好一，啊什么？2015年7月24号。好，这是你这一期的。好，法理。学院研习会，你来给人哈，这几个，好 ，OK， 初级班了嘞，啊上高级班过来啥？法律点招、职务点招、职前训练，你过五关了，你会给人，你初级班上完，你要赶快去买哦，黑色的西装，好、哦，还、啊、搭配什么黑皮鞋？你不要去买彩色的哦，请都敏俊可以请彩色的，请黑色的布鞋可以吗？你有看过穿西装啊，穿黑色的球鞋无？唔好遐怂哦，那个不是正式场合咧穿诶。都敏俊那是演戏，演戏啊，啊，人诶咧凑热闹，加迄、那个迄啥，有阵一点拢有咧看韩剧了，今下咧笑，大概拢一点有咧看韩剧。各位，电视吼、哦、要看，要记得你要挑有用的看。在中国殖民这个体系里面，所有的电视节目，你要有一个清澈的了解。所有的节目一样，每个电视台效忠谁？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中华民国殖民政府。你来记哦，这个殖民体系所有的政党、社会团体，他刚才有跟你讲，拢效忠啥？中华民国。你所得到的讯息，你当上网一看，秘书长曾经也接受三立电视台谈话性节目的访问，伊拢把重点。法律的部分拢甲加掉，
你就去遐录影录三点钟，加加的剩半点钟，剩一点钟，法律的部分你拢甲切掉。为虾米？惊所有的本土台湾人，所有的台湾人了解台湾的法律真相，所以甲加掉。你上网你就看你就知道，哦，林志升啊，三立电视台你也起来看，你拢甲加掉。讲到重点，迄主持人吼，哦，大家拢想讲，郑鸿仪拢爱台湾，骗笑的。郑鸿仪爱台湾吗？爱台湾伊今仔伊应该来遮上课啊，奈无来，他没有来啊。郑鸿仪不爱台湾啊，伊也爱伊也脱离啊。你知道郑鸿仪有爱台湾吗？没有，对他有利的，在能够在中华民国殖民体系里面得到大饼的这些人，他永远不会脱离。各位在这个东西，江苏吼足敬佩你，为啥？您肯行出来，台湾都五万啊。哦 ，OK。来，咱开始进入话题哈。今日第一棒，台湾法理，法理台湾，台湾法理上，来一本书。哦，不要接买书找我小姐哈，你下课给甲买一本书，《新台湾论》600页哈，600页内底内容非常多，全部拢是国际法理、万国公法，包括甲台湾、甲美国有关。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侵占、侵入的这些研究，拢是秘书长根据这些法律来研究出来的一本书，不是家己编的。你也买回来家己看，你会去看有较熟的。你这本书读熟了啥？你有一天你也可以在这里讲课，你知道吗？把它看熟，吼。那过几个月，你可能你看官网，大概给了吼，台湾民政府官网，你要怎么样上网？讲师在跟你分享，你在搜寻引擎最好是用 Google 啦，不要用 Yahoo， 好不好？ Yahoo 是谁开的？ Yahoo 是哪个国家后面的黑手？你知道吗？中国，中国在后面。你要用 Yahoo 吗？我不会用，我再调一个 Google 可以啊，我都用 Google，GOOGLE。你上 Google， 你打台湾民政府。官网哪个官？哦，长官那个官，官网你也怕嘞？你得看台湾民政府，你要点的就是官网的内容。哦，你得看来对，你可以搜寻很多文章。各位在座同仁，你知道南京大屠杀是假的吗？南京大屠杀是假的，你知影无？我头下讲的，日本帝国。军队有现在进出中国，而不是侵略中国。正确名称叫做进出中国，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一个国际组织叫啥？国际联盟，伊的性质那产生今麦联合国，他授权让大日本帝国的皇军。他当时为什么授权大日本帝国皇军？有趣的来了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大日本帝国是全世界军事武力第一强的国家，你知道吗？你印象当中是不是美国第一强？不是 ，No， 他第三强而已。好，在1922年的2月6号，有没有想要记起来？华盛顿的海军会议里面，他有一个裁军协定，里面有提到。他第19条的第3款里面就有提到了，台湾是日本的领土。全世界迄阵有5个国家参加迄个会议，当中有9个国家，有5个国家是5大强国。最主要是什么？英国、美国跟日本帝国主导这个华盛顿海军会议。好，这些裁军协定来对有共的，第19条的第3款，日本。他的领土里面就是有台湾，台湾是日本的领土，也就是日本天皇的财产，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哦，他里面的主席是谁？他第一次在华盛顿开的国际会议，就是美国的国务卿休斯。哦，你要下起来哦，我靠，保证你唔捌听过。好，哦，为甚物在《台湾战争史回顾》内底都有写到？哈，哦，你要有闲再去研究。当时有5个国家，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跟日本，你大约下载好啊，5大强国，日本第1强、第3强，美国，
哦，所以国际联盟就因为那场就叫联合国一点叫上去平定全世界各个角落的叛乱。美国嘛，美国是第一强国，现在军事武力第一强是谁？美国，他不用出人，他只要用无人飞机飞到你星期天，哦，你就可能会上到那一场课，哦，陈泰山、陈讲师，你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上 YouTube， 哦 ，YouTube， 哦，各位在座同学，你只要上课，你免去摄影机，不用照相机，你只要上 YouTube， 打上台湾民政府影片，你就可以找到今天讲课的内容。要不要录影啊？要不要照相？不用嘛，哦，你专心听，要不然你写笔记也可以。你回去哦，看一百遍也没关系，哦，你只要手机有电，哦，电脑有电，你看一百遍都没关系，越看越熟，哦，你搞不好看一看，看熟了，你看熟啊，你睏做眠梦，你会当甲梦境内底的人，你讲法你的时阵，讲师甲你恭喜啊，你已经成功啊，法力已经入你的心肝啊，哦，已经跑到你的心中啊。然后有理走遍天下，这有理啊，不是歪理哦，不是编出来的歪理啊，用历史啊，唔对。咱人足简单啊，发力，轻轻啊，用一支笔就用成功啊，发力较简单对。爱揢刀揢枪杠，革命杠车兵无需要无。达项代志，甲人有争议争端的时阵，是毋爱去啊？诉诸法律途径，爱经过法律。法庭法官的裁定落来，这才是正讲的。吼，哦，不是讲啊，甲人发巴拉欠，哦，你输我赢，吼，哦，拍拍，无输的。你看啊，小台到最后呐，嘛是去有人抓去接受审判啊。台民众后摆有两种刑法呢，你知影无？第一，鞭刑，你做唔到啥，就该鞭刑。新加坡遐以前。就是有台湾的，其实个，迄种想好命，中国难民的小孩去遐袂动，去到新加坡的政府，甲拖去鞭刑一下尔。等来了记者阿问，感觉怎么样？伊讲就一句话：生不如死。新加坡的鞭刑有名的，台湾政府后摆嘛是会用这种刑法，可以啦，枪毙，贪绝对唯一死刑。好，哦，大家记得。台湾民众的主管机关是美国军事政府，哦，所以你要记得哦，有一句话你一定要记住哦，你将来要担任行政人员，请你要记住这句话，讲师再三要提醒各位，写好，没有授权的事情不要做，授一个提手旁，再一个接受的授，授权，你做啥代志，人也无授权，你会去做无？像门开开。去人的厝内底门开开哦，主人咧厨房做事哦，人讲甲你约时间，啊，你伊门开开，你会用入去无？可以吗？可以进去吗？唔哦，吼，你要伫咧门口等，啊无你要起电铃，伊讲爱请进，咱才打入去。吼，唔好看主人无伫入去，哎，桌顶有一支钢笔，第一口第啊，可不可以？治安歹就是安尼来，没有那个授权的观念。主人无授权，你啉茶，那茶杯啊，你要去揢无？可不可以去拿杯子来喝啥？哎，茶罐伫遐，茶杯啊伫遮，倒下家己啉，可以吗？即使是朋友一样，大家要尊重这个观念。咱去人的所在，伊只要唔是咱家己所有权的所在，爱记得授权，对方授权你了，你才可以动作。第一个是礼貌，第二个手法。为啥大家中辈时代，咱的中辈时代为啥会怀念日本时代治安啊好？看到台银，大家拢立正站好，佮惊讲哎，检查一下我头章有加好无？无当台银讲不加咯，啊就叫佮改加头章，啊无听话佮伫派出所苦留二九工二八工，反正就是遮来，大家都很守法，拢有迄个观念。咱在当心，你等下少年朋友会记得你。了解授权的重要，无授权唔通做，无授权的物件唔通提，吼，哦，啊，保证你平安，吼，哦，这个保平安的唯一诀窍，对，他迄句话，江书送给你，这嘛是秘书长长久以来，所有江书讲的精华伫遮，没有授权的事情，没有授权的东西，
不要做，不要拿，哦，你要记清楚哦，哦，你担任行政员，你记有清楚了，你就平安，保证你一路顺畅。尊重授权，因为咱美国军事政府授权叫台湾民政府成立，了解不？因为法理，所以美国军事政府不得不照法理，让台湾民政府按照法理来运作，而慢慢把美国国务院所授权的台湾赐予当局，就是流亡中华民国政府让他收。现在是双政府状态，哦，双缝政府状态，美国的要求就是无缝接轨。各位同学要记得哦，你来台湾民政府，你有台湾民政府晶片身份证的，请举手。你起码有申请台湾民政府的晶片身份证的，请举手。已经有的，上申请单的，请举手。已经送了，我已经在申办的，请举手。谢谢。还没申办的，请举手。谢谢。哦，要加油哦。台湾民政府的晶片身份证，台湾秘书长来讲啊，全世界194个国家都可以用，除了中国。全世界遐侪国家拢会用得起，为啥偏偏咱就一定爱去中国？莫名其妙。有日本、菲律宾、印尼，吼、哦，东南亚遐侪国家，甚至去美国、欧洲，好像欧化的那么彻底的欧洲，它的整个怎么建筑模式，包括教堂啊、隧道，咱甲学回来嘛，来建设咱后摆未来的美丽台湾，吼、哦。是不是安尼？咱去伫中国要创啥？去中国啥？去学迄个垃圾的回来。底下过一个月回来就开始鼻嘴烂，啊，看到壁就开始酸尿啊，开始尿尿，随地大小便。保证你去那边一个月，马上人都不一样了，连吃饭都是那中国样子。全世界一个国家无必要去中国。哦，当然，各位同心，你还记得哦？中华人民共和国跟我们有没有仇？我有没有仇？他跟我没有仇、哦。你还记得哦？你也看到胡锦涛、习近平、甲吴伯雄、甲马英九，甚至甲啥朱立伦的阿去的时阵，你想看吗？你家己，你心里面会不会生气？你会生气的话，你的脑筋里面还有毒素哦。就是刚刚秘书长、秘书长该问的，你认为你的祖先是中国的？为登山来的，请举手。我刚好看有人举手，我知影，这种毒素非常的强，那叫啥？毒苹果。煮塔撸管的毒苹果毒素愈深，伊认为伊就是中国人啊！伊塔这套拢是正确的，对吗？你塔这片这套教材去国外，江苏给你保证，你绝对闹亏的。Lies， 英国人、外国人来讲 ，this lies， L I E S。谎言啊，了解哦，你读的拢谎言啊。麦克阿瑟他影片都该讲，伊伫美国高等法院军事和外交合作委员会1951年5月3日，伊跟该讲啊，拢是假的。为着好管理，为着甲你迷惑，让你对国家、对天皇的效忠、国家的认同、荣誉感消灭，最大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捏造历史，让你对自己本身。价值观认同错乱，你现在全世界拢奇怪，台湾人头壳歹去，一下子我是中国人，一下子我又是日本人，又是台湾人，然后又是哪里人？笑诶，龙发堂出来还是为巴黎疗养院出来，门无关好，蟑螂跳出来。全世界无人可能讲我是英国人，又是德国人。现在记者你来看嘛，你往殖民。体制下的记者，你来看吗？什么叫做华裔美国人？笑死人！伊本来就是美国人，搁个写华裔日美国人，写那个干嘛？一个国家伊本身伊的法律成分，就是伊的国籍 （nationality， 国籍）哦。好，这足重要一个观念。好、哦，《新唐论》，各位在座同志，你爱给啊，一定爱买，必买的一本书。好、哦，再来是什么？台湾最终地位第三本来对原文诶，你讲啦，2006年10月24日，台湾平民林士生等228名控告美国政府的所有的官司法律文件，都在台湾最终地位第三本原文的英文。廖莹，请你爱记咧，
你查英文字典，讲师跟你建议你去买英英字典，从英文去了解英文，不要把英文翻成中文，那个意思都差很大。新唐里面也有讲哦，放弃有两个英文 renounces 跟 abandon， 这样叫 abandon， 淡掉啊，我不会去啊，我照黑的物件就像笨手啊，我不会提啊，叫 abandon。 renounces 是啥意思？黑的哦，啊，一段期间限制过啊，我阁提回来，安尼叫 renounces， 啊，有了解哦？哦，日本政府对台湾的管辖权是因为被美国军事占领，然后呢，这个权力被剥夺了，所以他不能取回来管辖权，原因在这里，哦，了解吗？哦 ，OK， 这一张，哦，我提了这张诶。会笑吼，这张不是你的嘿，哦，这面顶女生，男生就不，我不是这张啊，这张无较好啦，这叫自我感觉良好哦。所谓的国民身份证，摕到这张有啥结果？你要问一下吼，台民政府在问哦，台湾自己当局这个流亡中华民国殖民政府吼，他的内政部，所谓的内政部，他发身份证的法源依据在哪里？什么时候问的？6月11号，这个新闻报，各位，你有听到记者会在讲这件代志无？中华民国所谓的政府，所谓的什么意思？我就不承认，法理上它根本就不是政府，它是民间组织啊，你知道吗？中华民国为什么是民间组织？它是一间公司，管理顾问公司，在哪里呢？各位写一下。这一定都白纸黑字，有证有据。在台湾关系法，你如果找不到的话，在美国在台协会，你去点 AIT 的网站，台湾关系法，它是 PDF 的档案，点下去看。第15条里面有讲到，1979年1月1日以前，美国承认为中华民国的台湾治理当局，台湾 authority， 你给它点来看。时间点，假使藏伫仓库，足侪人看到法律的条文，哎呦，较深，我不爱看，中毒啊！这白纸黑字关系到你的权益，关系到你的未来，更加要去了解。秘书长也毋是遐用心，今仔伊台湾的国际地位会清楚吗？2007年，哦，研究到今嘛。2008年，台湾民政府2月2号正式成立，到今天几月几号？台湾民政府如果是诈骗集团，早就抓光了，没去啊！他法理地位就在这边呐、啊。哦，根据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成立的。哦，不是家己啊，不是。哦，还有根有据的。哎，给嘞哦，《台湾关系法》里面的第15条，哎，给嘞哦。哦，你有清楚一下当来看，台湾自己当局，它必须是外来的，所以民主进步党有没有机会？没有机会啦，因为民主进步党也党纲第一条，哦，也按捺下，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名字叫做什么？中华民国。向下哎，林卓水下哎，把民主进步党白死的迄支墓碑哎，你也有上网站你看麦啊？中华民国有没有墓碑？有哦，在哪里？南京跟什么东吴啊、南宋哦，这样下来好几块墓碑，其中一支最后一支上近的中华民国，伊会袂记写显考比中华民国之墓哦，那行政院等五大房立，无写安尼尔啦，哦，伊有写啦，1912年到1949年的那残留杰郎，1912年出世，1949年死去。迄支墓碑踩伫遐 ，announce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世界公告啊！中华民国死啊，变一支墓碑啊！淋落水，把这支墓碑绑在中华民国民主进步党面顶，有效无？无效，永远行袂出来。啊，变啊，这八年有行出来哦，台湾有行出来哦，有没有走出国际？全世界都知道啊，他是美国军事占领地，原来的主权所有者就是日本天皇陛下。哦，这些主
啊，变成说他要独立，要入联合国。台湾有进入联合国吗？有没有进入过联合国？有的请举手，没有的请举手，不知道的请举手。没有进入过联合国哦，进入联合国是谁 ？China， 一个哦，支那 ，China，China 是谁？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什么？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简称什么？中国都是 China， 因为法理的定位，现在的中国 China 唯一合法拥有的是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变什么？流亡政府。哦，所以他去参加国际组织，什么那个奥运啊？你看他叫什么 ？Chinese Taipei，Chinese Taipei 全名让他写 Chinese Exiled Government in Taipei， 我就有写 Chinese in Exile in Taipei Government in Taipei， 大家知道 Chinese Taipei 中人一抓足大抓的，无讲呢，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的对台北。哦，大家记得哦，流亡政府敢会当伫对一个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会记得哦，法国流亡政府跟比利时流亡政府在哪里？伦敦 ，French London 有哪 ？Belgian London， 亚洲也有哦。韩国在哪里？上海 ，Korea Shanghai。现在咧唯一现在很有名的就是啥？吐蕃流亡政府在哪里？达兰萨拉。再来就是谁 ？Chinese Taipei， 你所了解的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它是正统的中国吗？全世界没有给你分哦，自由中国哦，共产中国，黑东西啊，骗笑诶！一个正常的国家，就是爱在家己合法的领土。领域里面去行使主权权利跟主权义务，可以架杠的国家，哦，主权领土哦，人民主还有什么外交都没有啊，没有一个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都不是啊，人也不是他的，我们人是谁的？我们人啊是谁的？看你的右手边，不要忘记了。一辈子里面，你不要忘记一个人，日本天皇。那你北部，不管你喜不喜欢他，你自己的父母，不管你喜不喜欢他，他永远就是你的父母。就这样会讲啊，吼，有些人就会讲，我讨厌当日本人。你讨厌吗？那你讨不讨厌你的爸爸妈妈？他在外面不小心被人家误会做错事，你爸爸妈妈去偷人家的钱，结果不是啊。你会讨厌你的爸爸妈妈？哎，我要跟我爸爸妈妈切断关系，我不要做他的小孩，可不可以？日本天皇也是啊，他什么罪啊？因为你读了这一套中国殖民教材，让你的认知错误，认为当日本人是丢脸的。你知道吗？你中毒了耶，这套殖民教材就告诉你南京大屠杀是真的，是吗？你可以上网去查，台湾民众官网里面就有这篇文章。南京事件在2013年的11月3号，就是明治天皇陛下的生日那一天，小弟我就上这一堂课，南京事件的关键报告哦，你里面可以去看，台湾民政府官网里面就有写南京事件，南京大屠杀为什么是假的？很简单，蒋介石跟毛泽东非常害怕中国欧化，他是农业社会，而且有普遍存在有落后的观念，人吃人呐、啊，狼吃狼呢。你有看过无？中国以前就是安尼呢，狼吃狼呢。即下食到无食，无法度食，找女性、找囡仔抬，食盐的吧。中国迄土地以前传统就是安尼啊。你上网路你去看就知道，即马中国有这种状况啊。中国有5000年历史吗？没有。中国真的是5000年历史没有呢，上济啦，好啦，104年送给他啦，最多104年啊，是不是？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到现在几年，60-70年而已啊，中国哪有5000年历史？这一点就已经被骗人了。大清帝国，看有看到，
一片土地是迄个时期内底叫做大清帝国。咱阁有读过哦，啥物叫元朝？唔是元朝，蒙古帝国，蒙古的帝国。你看规个成吉思汗吼，忽必烈安落来，迄种大家拢有读过中国历史就知啊，全部台落安尼。崖山之后就没有汉人啦，对来汉人啦，汉人伫崖山之役拢台了了啊，死了了啊，剩八十万人啊，去遮蒙古利亚种混合了，对来哪里来的汉人？没有了啊。吼、哦，你乖乖，明天你可能就会上到一堂课啊，台湾历史解码。你就听徐哥林徐讲师跟你讲的，国家地理频道花了好几年，国家地理频道有看过不？哦，国家地理频道一节细改哦，他花了很多年，各方来自的资金去研究 DNA 的路线。M174，你要跟听徐讲师看安怎讲，大山格林，好、哦，你在熊也可以看麦，好、哦，还有台湾历，哎什么，嗯，历史的轨迹。不亚堂啊，还有解读，该懂该懂。潘讲师很多，从这一堂课下去，很多讲师讲的内容，同心你可能会觉得有重复，但是重复的讲的内容，是不是一个好事啊？是不是一件好事？重复的内容一直讲，反而加深了你的印象。哎，给我再洗起来，你连杜姑啊，个咧还会刷牙、欸。这个重复的事情一直不断讲，比如法律你听，哎、欸，日本天皇的土地，美国军事占领，你听十遍，听二十遍，你今仔暗时你不一定你直接暗时伫楼顶你困困的，你伫做面忙，你就会晓讲啊，哦，你就成功，你就成功了。法理的东西正确就正确，哦，是非黑白分明，袂讲哎，明明是白，硬甲凹凹讲乌的。法理的东西，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哦，白抓黑的物件，你一定爱甲接受起来，嘿，吼、哦。你阿问阿你嘛，没有在他的法律范围内发放身份证，他是流亡政府，怎么可以在这个奇怪理论？哈、哦，中华民国他是流亡政府，来到日本天皇的土地上，根据1946年1月12号那一张。节参制定理1297号宣言，台湾秘书长跟你讲的，有无？查台湾人民原系我国，有无？迄张会记哦。节参制定理1297号宣言，根据那一张，一共根据那一张，把所有大日本帝国台湾人的国籍从 Empire of Japan 改成什么 Republic of China， 对吗 ？Memo 纸写一写，盖个那个豆腐章，因哎呀，刀瓜应该低嘞，我。人拢变伊个咧，安尼好啊！哎，大家明仔载嘛学伊，吼、哦，凊彩一张纸，赶快写《节参制定1297号训令》，导官伊那个等诶。明天中华民国所占据的一切东西，我诶，连战马英九、哦林毅世英到在上拢我诶，可以吗？可不可以？澳版就是遮啦，迄张为啥向狗？今年2015年2月28号，会记得哦。也就是美国时间2月27号，台湾民政府第二次控告美国，再來是谁？加告中华民国，什么原因？就是那一张《节参制定理1297号训令》，1946年1月12号，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15条，剥夺。大日本帝国台湾人的国籍，把它改成中华民国。美国为什么要告他？你是主要占领全国，占领地上的所有行政、立法、司法，最后把关者就是你美国。你为什么没有好好把关？纵容你的朋友蒋介石集团来到这片土地，虽然当时他是合法的中国。1946年1月12号，大家记得1945年10月25号不叫唐光复节，叫做什么？写下来，交战国军事占领日，高镇国军事占领日，不是讲好这哦，是正经话，进入善意的占领，是从什么时候？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签订的时候，就是1952年4月28号生效，1951年9月8号签订，
在旧金山。哦，谁签的？吉田茂。1945年的9月2号，大日本帝国派一个人来签投降书，那个人是谁？重光葵，三重的重，光，光明的光，葵嘞，向日葵的葵，你写一下哈，等一下你就知道了。根据什么？不属于他的法定范围内发放身份证，可以吗？流亡政府哎，那这样的话，吐蕃流亡政府就可以对印度发吐蕃身份证哦，是吗？可以吗？那法国跟比利时在英国不就对英国人发放英国跟比利时身份证，可以吗？初级班两个重点，两个重点，请你来写起来。第一，占领不移转租款；第二，流亡不得就地合法。流亡啥？流亡政府跟流亡的难民 （refugee） 跟 government 都不行，流亡政府跟难民都不可以就地合法。不可以，因为他流亡到那里，那里就变他的，那个叫非法占领。流浪的人，流浪的人，因为你的善心，提供一间房间让他暂时居住，因为他家人要打他，让他住了70年，那一间房间会变那个人的吗？会变成那个流浪汉的吗？可以吗？一样，哦，你从这里你就可以了解了。为什么这个简单的道理你都听得懂？因为从自然法来的，自然法衍生出来，让世界各国共同遵守，原来万国公法。好 ，OK， 这张了，好，看过了吧 ？OK， 什么叫 GATO？Governing Authority on Taiwan， 台湾当局啊，叫做 GATO，Governing 就是 government 的动词。Authority 当局 on Taiwan GATID 的未来，哈，谈关系法，你也要上网看，见好清楚，看好明，哈，台湾关系法在哪里签？什么时候签订的？开始的哈，通过时间是1979年的1月1号，它就开始生效。它其实是在1979年的4月份，由美国的国会通过。追溯到1979年的1月1号，因为1978年的年底，还记得吗？卡特宣布跟中华民国断交，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在1979年的1月1号开始，就是出现一个关键，就是1979年延续到1980年年，它就没有用了。好，所以1979年1月1号开始，台湾关系法接续着中美共同条约，哦，共同防御条约。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就是蒋介石他拥有哪里？他其实他中华民国的流亡难民如果要独立，唯一可以去哪里独立？金门跟马祖，成立什么？金马民国，因为他有宪法嘛。所以金门马祖也是土地啊，是他的合法土地。所以金马民国台独的人要独立回金门马祖去独立去建国，台湾澎湖不是他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就是几人出几行米给他来什么做担保品。蒋介石集团出什么？金门马祖。美国出什么？出他的军事占领地台湾跟澎湖，两个对等。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就这样起来了，听得懂吗？你要跟人互相合作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担保品出来？可不可以没有担保品？如果台湾澎湖是蒋介石的，那美国要拿什么出来当担保品？拿太平洋吗？可以吗？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就是在这里，美国出他的军事占领地台湾澎湖，甚至是南海。为什么南海美国跟日本国家去插手？因为南海是日本天皇的财产。日本天皇对台湾，台湾有三部分，刚刚讲师有跟你讲，你一定要记下来。台湾、澎湖、新南群岛，这是日本天皇的财产。哦，所以美日共同安保条约就是在讲这个地方。只要产生了领土争端、被侵略、被武力入侵的时候、非法方式侵略的时候，
美国跟日本第一时间要出来。好、哦，美国基于占领权利跟义务，他必须要保护他占领的地区人民的安全，就是根据战争法。好、哦，大家记得《根据战争法》，美国必须要提供保护，保护我们呢。次要占领国是谁？中华民国，他应该要保护我们。为什么来台湾实施白色恐怖，杀害我们的先贤先烈？伊把这些人拢白死的，这拢台湾精英，这些人啊，下下起来，早就成立台湾民政府啊呢，拖到七十档的今仔日，怎解就是惊人知哦，所以才把这些人抬掉。哦，这大家要了解这个程度哦。再来是我们要知道哦，这个台湾关系法这个内容，对于我们现在了解为什么要讲法理至上，因为我们现在双政府状态，他现在在台湾关系法的架构下对台湾有管辖权，各位同心不要跟他直接对抗，知道吗？哦，好好的一张，咱唔通用甲输起嘿。哦，跟中华民国警察大小声，可以吗？好、哦，我台民政府晶片身份证，我好骄傲啊！我都看到警察了，我唔是你管的，你准备倒大霉了。我听过一句话哦，好汉不吃眼前亏。警察在你面前，已经跟你讲啊，先生小姐，你闯红灯了，红灯左右转，左转右转，没有两段是左转，两段是右转，你直接转了。OK， 有问题的，对不对？警察跟你讲，你要跟他大小声。我们其实管会台湾民政务可以吗？没用的哦，爱给的哦，都是美国管的哦，因为现在他有管辖权哦。哦，整个法理架构完成之后，美国必然会照着判决把政权交还给台湾民政府，这是必然的，因为战争法的架构就是这样子：宣战到占领到成立民政府。到一段时间，好、哦，战争法里面有讲到，经过一段和平时间没有事了，军事占领的军事政府必然会离开。伊拉克还记得吗？还记得吗？伊拉克海山是不是被消灭了？成立一个新的，叫什么？伊拉克民政府，从华盛顿 DC 那边搬回来伊拉克，让伊拉克新的政府起来，懂意思吗？按照这个模式，第二次大战一样。琉球有琉球民政府，它全名名称叫什么？琉球群岛美国民政府，它是写米。日本为那个米就是美国的米啦。琉球群岛美国民政府一样发什么？发护照吗？军事占领地只能发什么？旅行证件。你要下给啊、哦。台湾是军属占领地哦，可不可以发护照啊？去外面不要随便讲说，哎、欸，台湾民政府要发护照了，你讲错了。哦，根据战争法，美国军事政府授权台湾民政府会发啥？旅行证件 （travel document）。各位在座同心，你也袂记得，今仔袂记得，足简单嘞。咱以前是咪讲 passport， 免讲迄盖过来 ，travel 倒起来 ，travel document，travel 倒起来。你物件找无嘛？也甲规头卡一个一个甲倒起来，是咪找起来？找着啊！这就是正讲你的哦。原来本来美国军事政府应该在1945年10月25号要亲自占领，哦，因为美国它本身美国利益优先，当时反战声浪非常大，美国国院不愿意再花钱，所以在越战在韩战当中，1951年的韩战就看到了。因为开头宣言为什么？因为毛泽东代表中国新的政府去侵略朝鲜半岛，所以呢，开头宣言就没效了。本来美国要把台湾交给中华民国，没去啊，因为毛泽东救了谁？救了台湾人啊，知道吗？毛泽东救了台湾人呢、欸。他如果没有带兵去侵略朝鲜半岛，各位在座同心，美国早。把中华民国这个台湾啊，早就给中华民国的，懂意思吗？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毛泽东是救了台湾啊。但是我们可以主张共产主义吗？哎，记得哦，刚叔他有跟你讲哦，
千万不能去打这个红线哦，你会连骨灰都找不到哦。我们想，毛泽东救我们，以后我们走共产国家，死路一条，哦，唔通去行这条路嘿，哦。梅花，梅花满天下，里面多了什么？五颗星。平潭特区有没有听过那个新闻啊？哎，给的啊，平潭特区可能未来的特区起就是这个样子哈、哦。卡氏台胞证，哎，给的哦，用给哈、哦。中国流难民跟中国人是一家人，一般啊，我方跟陆方，各位在座同心。你也是政治台湾人，政治台湾人就是走他们那一套。大陆外省人根本认同上面，全世界安怎来看？你嘴讲出来，口讲出来就是外省的大陆，人就认为你就是中国人啊！你阁揢袂出晶片身份证，阁较嗨，200%，你一定是中国人。无你看中国人讲那是外省的，哪里的外省啊？在日本天皇的土地上，省代表什么单位？有没有听过文部省、厚生劳动省、经济产业省？政府机构欸，哪里来的外省人？日本帝国土地上有州、有郡，从来没有省，省是政府机构。啊，有了解不？外省是对一个省，中国才有省欸，中国才有省欸，福建省欸，广东省、江苏省，读因遐侪无效啦，免去读因个。吼、哦，那个是他国内政问题，咱唔免去遐关心。咱好好关心咱日本帝国，吼、哦、，Empire of Japan 的过去、现在跟未来，了解咱家己啊。吼、哦，免去关心中共，全世界遐阔，194个国家，为什么你对中国那么在意？因为你脑筋有毒啊！全世界。他可以跨掉，开放你的心胸 ，open your mind， 走出去。194个国家，青菜和你去遨游，为什么要去？你的脑中只有中国吗？脱离啊，脱亚入欧，全世界那么宽广，你要去全世界各个先进国家去把这个欧化文化、科技把它学回来，改变我们现在的环境，改变我们现在生活的品质、生活的态度。你有看到日本国？日本有一个朋友炸一塔的相片来，给秘书长看。无同的时间，无同的地点，时间点甲地点拢无同。秘书长看看了后，迄、那个朋友就甲问啊：“哦，你有发现相片内底有共同特征无？什么最大的特征？涂骹无一片垃圾，连一个垃圾都没有。这个代表什么？日本的文化。”各位在座同心，你想看吗？以前咱阿公阿妈讲的，上敢伫涂骹乌白当粪扫，哎不？我们就是要这样子。你也看，煮妈咪，大家安尼排队啊，排啊，足整齐，有看到无？超商排队呢，有没有去人挤人啊？还有一个为了排队饿到死掉的，哦，这个是咱爱学的所在重点哈。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你还要举吗？刚一个月嘿，有看到这头我来讲诶，晶片、身份证直接套用，看到没？还记得吧？户政系统资料宕机跑去哪里？提起用啊啦，所以要不要申请台湾民政府晶片、身份证啊？你无申请慢慢你就无缝接轨，变成中国人啊！好、哦、，OK， 位阶哈，你爱给的哈。基于全世界共同遵守万国公法，根基于自然法。这根基自然法的一样，不要去破坏大自然，才不会有土石流、海啸。哦，国际条约就是由万国公法衍生过来，各国的宪法，美国宪法跟旧金山和平条约谁比较高？那你有知道齁、哦、OK， 台湾关系法是在美国宪法里面，因为23条 A 款，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当然台湾关系法就是在美国宪法里面齁、哦、这大家都
了解就好吼。来念起来吼，来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来一起念：一，依据国际法理，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要继续念吼，因为他四爷念六念无，我相信无，咱趁钱啊给他念起来吼。第二，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旧金山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台湾民政府的立场：一，不使用暴力或武力，促使各种方法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占领；二，对中国殖民政权、流亡中华民国政府推动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会记得吼，台民政府所有的东西爱记得，语言暴力，要不要去抗议啊？哦，知道无？不合作也不配合，唔通袂记咧？要不要缴税？税金单寄到恁家，你要纳税无？法理至上，不要跟中华民国殖民政权直接对抗。哦，现在是双政府状态，美国要求无缝接轨，懂意思吗？哦，就是在这里。哦，你爱记咧哦，台湾民政府官网内底都有啊。哦，哦，这五项判决，各州办公室里面有哈，不是他们没有国籍，没有国际承认政府，生活在政治炼狱的是硝酸剂，哈，协助原告美国行政单位哈，目前还在美国军事占领当中，接案号08-5078，由美国联邦法院的巡回法官 Brown 的判决，在2019年4月7号，哦，大家可以去看。好，那时间到了，对不对？好，今天演讲到这里，感谢大家。